在梅格奈斯老师水桶里放病毒后，水桶。哈库罗，大家安安，我是白狼哈库罗德斯。这一次呢，来到了皇家神兽学院的第六集，那也就是 Chapter 3，宝剑老师。哦，宝剑士老师希拉和体育老师梅格奈斯。小蹦蹦，나초코카카먹고싶어。오우리귀요미초코카카먹고싶어요오늘학교끝나고먹으러갈까응응초코카카근데여봉봉어쩐지좀추운것같지않아우리귀요미추웠죠감기걸리면안되니까여봉봉이꼭안아줄까아저기아그런게아니라어쩐지등골이오싹한게신성한교내에서지금이게무슨짓들이지나이도어린것들이감히학생의신분으로연애질을해나도못해본걸이학교에서연애는절대안돼따라와看见了吗？看见了吗？我尿裤子，我太害怕了。是屁！不用担心那些小事，反正白狼你也要小心。假如你俩谈恋爱的时候被那两个老师抓住的话，你俩就完蛋了啊！也不对，没必要担心这个。我就感觉这话会过去的话稍微有点勉强。哈哈，都是气氛在作怪。不然怎么说21世纪居然禁止校园恋爱？这像话吗？爱情是可贵又唯美的情感。它更能促使青少年们的健康成长啊，这样才行吧？这些裸队谈恋爱，想都不敢想。你反正没有女朋友嘛，老兄，别再刺激我了 ，Never， 是 Never。无论如何，不能这样下去。就这样的话，一次恋爱也没谈过就毕业了，所以各位和我一起吧，我们一起在皇家神兽学院里掀起一场革命吧。这人多耳杂，我们换个地方吧。那我。跟我到房间来。房间，大哥，你没有说在哪一个房间啊？大哥，原来你说的房间是透天的屋顶啊！不管怎么说，这是很有意思的组合。사랑을쟁취하고자하는사나이들의모임이랄까？看看现在谁像男子汉？아또귀찮은일에엮여버렸군우르카조금만기다려줘우리의사랑을방해하는것들은모두다없애버릴테니까 先生你不是走火入魔了吗그러니까대체나는왜여기에있는겁니까더이상의불만은생략한다자제군들은우리국제신수학교연애조작단의일원으로서앞으로신수교연애독립을위해목숨바쳐싸워주기바란다이상그유치한조직은대체뭡니까우리조직의목적은바로노총각매그너스쌤과노처녀힐라쌤을연애시키는거다
这些全是我鹰眼想出的计划。体育老师和保健老师如果恋爱的话，将不会再阻止我们谈恋爱。我的想法不错吧？这两个人谈恋爱，除了希望普兰西斯和三人金谈恋爱，谈恋爱还比较快。哦，看错字，唤起我内心的恶魔了。然后到我走向地狱，什么东西？但是我为什么在这里？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那就是我们神兽校恋爱行动团的信条。第一个任务是收集情报，首先弄清楚体育老师和健保老师相互之间的感觉怎么样。各位出发，出发！这又是什么情境剧啊？那么为什么是我？这家伙怎么这么随随便便？依旧好像烦心事缠身。白狼任命你为自由恋爱解放在线的名誉队员，进入办公。事后弄清楚梅格奈斯老师心里的想法，可以完成吗？就是那个气势，你是真正的男子汉。谁让你随便称男子汉的？我明明就是女的。不太喜欢去办公室，还让我去，连纳因哈特都不知道会这样。还有，办公室那边有什么事吗？有问题要问，那是什么问题？问题什么混蛋问题？虽然有点离谱，你有女朋友吗？是山下老师教官怎么样？下老师为什么没有男朋友呢？什么？这个家伙现在敢和老师一起开玩笑？去操场跑一百圈！糟糕，得快点问其他问题。试试看西亚老师交往怎么样？什么？这个家伙现在敢和老师一起开玩笑？去操场跑一百圈！西亚老师为什么没有男朋友呢？他那种臭脾气，哪个男生能受得了？你都跟学生们说了些什么？这个家伙，你不要说没有，用的话，赶紧回去。其他队员为了收集目标物、周边人物的情报，参加了谍报活动。白狼队员，任务完成了吗？不管怎么样，你好像太沉醉于战争游戏了。大致上知道了梅格奈斯老师是怎样看待希腊老师的了。好，那么下个目标就是希腊老师。这次尽管隐秘接近哈宾获得情报。哪里不舒服了？事先已经说过了，在保健室适当缩减时间，来早点结束。三秒内不回答就是装病，心里不好受。体育锻炼时摔倒腿受伤了，好像得了眼疾。那边的抽屉里有红色药水，在疼的地方抹一抹。你是说抹红药水？好像不是这个，是其他问题。那边的抽屉里有红色药水，在疼的地方抹一抹。体育锻炼时摔倒腿受伤了，又是体育时间受伤的学生，到底是哪个老师不会教孩子们，把学生们都往保健室送？做做瑜伽、普拉提是不是会对身体好点？普拉提是什么？反正我不喜欢这个人。总之，那边抽屉里有红药水。痛的地方抹一抹，什么绷带？腿受伤了，针灸一下也好，不要装病抹药吧。所以红药水到底是什么万能的东西啊？这次任务圆满完成了吧？也许跟踪任务的那些人没有完成呢。没有完成了吧？好，很好，不愧为神兽校恋爱操作团夜游高手，在这共用情报。太开放了，稍不注意的话就能暴露我们的身份。
白狼对问马上向令回本部。什么？本部在哪？屋顶，这是屋顶。队员们辛苦了。那么，开始每个人报告得到的情报。队员一号汇报，根据神社校偶像杀人鲸的证词，听说两个人一见面的话，那个地方就会电闪雷鸣。队员二号汇报，非得这样做吗？从四岸老师那知道，校务会议上因为两位老师在场，会议直接像打仗一样。根据情报分析，两人打架的次数共288次，因此造成的器具损坏和教学秩序扰乱的损失非常大。我听到的是什么，我就传达告诉你什么。梅格奈斯老师说西亚老臭脾气，西亚老师说梅格奈斯老师无知，反正不中我意。到底是无理啊，一见面就囊囊，怎么把两人搭在一起啊？根本没有必要慌张，越没有希望的战斗，最后胜利的喜悦更令人过瘾。全部跟着我，哇哈哈！啊，我想回家了。想想当初你为什么在这？这个人啊，如果无心，你在旁边煽动的话，必然会费心思的。慢慢意识到后，不就经常费心思了吗？在学校散播传闻，举个例子，照完照片并散发出去。得是像那么回事的照片，怎么样照出那样的照片？捕捉相机。好，照片照完了。好的，照片可以用两次。是仅用三张照片吧？现在回去吧。听说带来了照片证据，在哪呢？拿出来看看。哇哦，相当不错的照片。乍看两人交谈的好像很亲切，你在这方面有相当出色的才能。那么现在开始把收集的照片证据尽量在校园内张贴，小心点，不要被发现。如果被发现了就惨了，既然要贴，就在来回走路人多的地方贴，例如正门告示牌、走廊的墙上，像办公室一样的地方。那就拜托了。走廊的墙上，我先从正门开始好了。好，正门这边贴好了。好，走廊这边贴好了。办公室这边贴好了，都贴好了。白狼队员现在在这里做什么的？叶队长，白狼队员违抗军令逃离战场，应该问罪，并向骑射冰淇淋草莓甜味的。觉得你有事吗？我不就是在贴他说要贴的照片而已嘛。这个不是体育老师和保健老师的照片吗？照片里两个人在一起，你不惊讶吗？而且看起来很亲密。捕捉到两个人一系列过分亲密的照片，为了在校园内散播两个人的传闻而照的照片，谁做的？如果无心在旁边煽动的话，必然会费心思。还挺像话的啊，但是在校园内没有经过允许就张贴宣传物是违反校规的。太棒了，白狼队员，你是我们部队名副其实的高手。那么我们进入下一个战斗吧。原来所谓的传闻和导火索一样，稍微煽风点火必定就会熊熊燃烧。与其做散播谣言这么危险的事，还不如制造以一种让人看起来会起疑心的情况呢。例如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把两个人弄感冒。奈哈特队员是我们神兽校恋爱行动团谋士的意见。好，下个任务是染上感冒。米哈伊队员为了不
为了不使敌人察觉我们的行动，你去把风，拉伊哈特队员盯着办公室。在那段期间，白狼队员保健室把感冒病毒弄到手，准备好了吗？那么向保健室突击，去四楼保健室。你现在在做什么有意思的事？什么？听说你在收集病毒？哇哈哈，那真是有意思的事啊！给我看看。保健室好像什么都有的样子，在保健室的垃圾中应该可以找到一些东西吧？在收拾保健室垃圾时，应该可以找到一些东西。这是感冒病毒，收集了好多了。被把它扔到怪位。那么现在用感冒病毒使两位老师感冒到就行了。把感冒病毒放到马克杯里行不行？现在老师请在保健室里补补妆和喝咖啡，在西亚老师回来前赶快弄好。在西亚老师杯子里放完感冒病毒后，接下来给梅格奈斯老师放。我们去办公室。在梅格奈斯老师水桶里放病毒后，水桶？水壶？是水壶吧？不是水桶吧？现在观察情况就可以了。老师回来之前，快点离开。感冒病毒全都放进去了没？如果全都放进去了，现在就让我们静静等着吧。但老师向走廊这边走来，用你们的眼睛见证我们的计划时啥？见证我们计划的施行。如果喝了感冒病毒，现在应该有轻微的反应了。正好那边两位老师来了，嘘，我们假装不知道。让我们拭目以待。成功了！现在校园里张贴的照片和传闻将会闹得更大。但是奈哈特，为什么你突然这么积极？你不是也……我仅想快点结束这样愚蠢的行为，不要说没用的话了，明白了吗？多亏各位的鼎力相助，初期作战才可以成功的结束。那么下一次作战做什么呢？奈哈特，传闻到哪里都是传闻，如果本人自己不去介意的话，那么传闻今天就消失了。但是现在下一步，他们该互相在意对方了。好吧，我想要说的就是那个。那么要怎么做呢？鹰眼队长，我有个好主意。队员说来听听。在教室的每块黑板上写上名签，那么就保健老师、体育老师就知道是命运的安排了。名签那是什么？连名签也不知道，真是愚蠢的人类。我亲自告诉你，我就把武汉杀人鲸名字做成名签这样。6%，这个可信度好像还可以。可信度相当高，那没有道理啊！6%，这是骗人的，好吧？这分明是人类妨碍我和杀人鲸关系的不起眼的挣扎。好，下一次战斗把体育老师和保健老师的名字写在每个教室黑板上。那么，什么东西？那么，什么空运？那么空运白狼队员一楼教室里粉，把一楼教室里粉笔。你是不是少字啊？一楼教室里拿粉笔吧。此时其他队员对名签实施，像风之谷里面有一些字他都会乱七八糟啊。就有一点不知道怎么讲，不是少字就是他语义怪怪的。粉笔
记得是一开始我一直以为奥兹跟那个伊莉娜是同一个年级的，结果奥兹他是二年级，然后伊莉娜是三年级。每一次我都忘记教务室，每一次我都忘记是要去教务室，不是直接去教室。教务室这个嘛，这次要打算做什么？想知道就跟我来。什么？找粉笔？我也想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粉笔长什么样子。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所谓的粉笔，太神奇了，拿到这来看看。什么啊，和我们生活的世界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吧，太失望了。可以随意书写，可以做有意思的事，你想要乱写乱画什么？明天那是什么啊，这个世界上的魔法，好像魔法，我也不太清楚，看起来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们好像很喜欢粉笔。好像没有明白，既然已经要做了，那么就去做吧。把一楼、二楼、三楼的教室的黑板上全部写满画满怎么样？一楼教室完工。二楼教室完工，一旦写下的话，这样真的可以吗？你好，白狼，是我有什么事吗？一天没见到白狼，所以才打电话。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见到奈因哈特，也完全联系不上鹰眼。不会又不喜欢我了吧？奥兹是说，我被吓坏了。那样，朋友之间也有不能说的秘密，也有不能说的事。是的，你好像有点被吓走了。对不起，我知道了。朋友之间不能太过分，我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妈呀，奥兹。来电话了，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孩子，你们异常的聚集在一起，一直，不用，这个我要讲吗？一直急急隆隆，不用，新得到的秘密不是什么秘密。旁边这么吵杂，只有用心才能得到，那是个不错的方法。谢谢奥兹，挂了吧。什么？喂？好吧，在这位一直跟对方说话不得不费心思，那么应该说些什么呢？应该谈些能互相促进好感的话。不管谈什么，要从他们那里得到有用的情报。首先和斯坦老师进行对话。他们打电话的时间真的是很巧妙的。希拉老师和梅格奈斯老师的共同点是什么？好吧，从一到十都是不同的人，好像没有明确的相同点，年龄也差三岁。开会的时候，你们怎么像打架的猫和狗一样？一旦开始打架，根本谁也管不住。或许你不知道，在学校外面也可以意外的交往的不错。
找警卫可以知道更多故事。警卫是说在旧楼前面站着身高高大的警卫大叔。两位老师的共同点，他们是两个性格，不对不对，两个老师没有相同的地方，上下班时间完全不一样。或许在学校外面关系还好点，但也不对。前几天还看见他们因为相互侵犯停车空间而撞对方的车的。哎呦，有没有两人变好的可能性？看起来完全没那个可能。不问大叔，就打听你们学校漂亮的女孩子，这样好吧？他们就完全没有共同点了。去二年级教室和杀人进行对话，你的汗怎么有两个？西拉·梅格奈斯，那是谁？杀人精不认识他。你为什么不先跟欧乐卡说啊？还有谁在等你说啊？才没有嘞！欧乐卡真是气死我了，我要走了。没有得到关于杀人精脾气的情报，去三楼教室和伊丽娜进行谈话。喂，听说你最近挺忙的、啊，你演说什么机密作战还有什么的，一片胡言。什么？可别提西拉老师和梅格奈斯老师，他们两个人完全水火不容，这样不合适的人也很少见。听说他们两个要好，放弃吧，放弃吧。男女关系最有趣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你越是努力不想，最后你又会想起来。不管怎么样，他们对对方都没什么意思，不知道是谁在旁边煽动，连自己都不知道，还经常往那方面想，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吧？嗯，例如我也，伊丽娜把话又咽回去了。哎呀，废话好像太多了，就这样吧。很好的暗示。哎呦，你为什么总是东张西望啊？这有什么好东西吗？老师，你相信偶然吗？你又在胡说什么？在人类数世纪的长河中，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出生在同一个国家，在同一个区域，同一所学校在一起的几率是多少？你哪里不舒服了？你想要说什么？但是还有更令人惊奇的偶然，如果每天在同一所学校上班，在同一所学校下班，一次也没见过面，那样的话就不是偶然了，是命运。命运，是的，命运。你这小子适可而止吧，很有压力的。命运不可违背，如果老师这边有命运的物件，不要错过，紧抓住。那么我就说到这吧。喂，那又是什么话？那个像谢克一样的家伙到底是谁？命运，是你所说的命运？不要说谎，幸运的话你会艾顿吗？梅格奈斯老师能够轻易越过这个坎，西亚老师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去保健室看看。就是上次腿扭伤的孩子吧？该不会是体育课上又受伤了吗？不是啊，是中午吃饭时吃的有点快，有点胀，是吗？那个抽屉里有个红色药水，插在患处吧？红色药水是什么？治百病的药吗？好的，对了，老师，不知是否可以告知下您的年龄呢？刚二十多岁吧？啊，你这孩子也真是，
还刚20多岁，我后天就30了，你这孩子啊，哈哈，这有点消化药吃了吧，都知道快到30了还说谎。当然了，第一次见你还以为是学生呢。那这么来说，其他老师在学校的其他老师中算是年轻的，然后就是每个奈是老师的吧，或许应该可以这么说吧，故作姿态。据说差4岁不必看命相，差3岁就可以举办婚礼了。哎呀，不是啊，哈哈。这样的话，先好好休息一会儿吧，我先出去了。嗯，好，走吧。哦，对了，梅根奈斯老师和西亚老师就差3岁，你知道吗？真的，太有意思了。我父母也是差3岁，我家唐姨也是与同自己差3岁的人结婚的。那个我先出去了。这孩子是不是真的哪里不舒服啊？白狼到底跑哪去了？找了半天了。那个是命运，差3岁就可以办婚礼，老师居然相信那些糊弄人的话，看来你说谎确实有一手了。现在可不是谁开玩笑的时候，现在应该下决心了。下决心。너희그거들었니오르카는사람을한번보면절대로까먹지않는거다들알고있지그래맞아오르카는절대안까먹어그런데오르카가힐라쌤이랑매그너스쌤만기억을못한대우와그거되게신기하다그런걸운명이라고하는거아닙니까내장소독시라봤어봤어서로의식하는거어이거완전제대로썸인데우리연기력이먹힌게틀림없어이참에연극부나들어갈까왜이몸은대사가한마디도없는거냐다음부터는이따위짓제게시키지마십시오好的，这一集的 episode 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那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请在下方点个喜欢，也可以按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随时追踪我，还有宣传我的频道。我是白狼，我们下次再见，拜拜。